我究竟是遇见了啥怪物，把敏感肌都吓出来了，在直播间一个劲儿的搁那大吼大叫。因为我这一波带走他俩轮胎，那肯定就跑不掉了。直到我看见他的 ID 以后，我彻底震惊了。努六六六六六，我知道他，这大哥的800场单排那个上个赛季，我去。相信你们通过我喊破音的反应，应该猜到了我之前跟他发生过什么爱情故事。还穿了这件衣服，哇，一个老六，我知道他。既然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，那我就带你们领略一下当年这是战袍带给我的压迫感。咱们先把时间回到4个月前的6月15号，我如往常一样正在利用视频壮大我的霸气家族。紧接着，我跟努六六六的故事就开始了。今天这位选手更是一位重量级，我也是来到地图边边 L 城准备换一辆车。哇操，哥真的有点屌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这位是不是勾起你们的回忆了？不是米粒，咱心胸能不能宽广一点？不就把你溜了吗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对，你说了对，因为我们成年人的破防往往就在那一瞬间。亚瑟洛特最后一个稻草就是他趴的那个绿草啊，还搁那幸灾乐祸把屁股给扭上两扭了。那今天我做这件事也属于正道的光，替天行道了。因为谁能知道他在这4个月里面又溜死了多少个战神啊？哼，虽然他确实给我带来过阴影，但是这回你沾我手里了包。很多人就不理解米粒为啥跳这么个穷乡僻壤。哎呦，这你们有所不知，最近那些多严重啊，咱们能空一辆车到创乐园就已经脸上有光了。听到咱们右手有枪声，我立马就警惕起来，露着那么大的背身不搞偷袭多不礼貌呀。结果没给人家打掉，变成光明正大的干拉了。他用体验枪压到地里以后，我却怂了，因为都过去这么久，他药肯定打上了呀。刚好我就发现隔壁躺了一把 SLK， 没有人代言，也不知道对面是忘记开枪了还是故意加速跑出来，真是有效就躲掉了我喷射的预瞄点。还好这小子刚刚可能是没药吧，状态不好蹭个边就给他划死了。这边有个坏人想趁我病要我命，在为了打掉以后我都原地罚站祈求着死神的降临。还好他手雷是往后丢的，不然我就跟他一起去种玫瑰了。因为我现在是比纯路人多一个技能的，所以在听到车声以后别提我有多自信了。没技能是吗？用剪刀卡是吧？教你做人。当时第一喷打到墙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了，但是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他为啥不敢忙我。毕竟我手里的大宝贝今天就算摸到他一下他也得给我赶，所以这个小子好鸡贼啊，疯狂利用投资物消耗我。让我万万没想到是他丢完最后一颗手雷以后居然想逃跑，我上去就是帮忙两圈。通过他的名字就知道这小子干架的时候真没少紧张。我寻思这些到点该拿回属于我的空投了，结果当然一个弹射炮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我头上要来人，我就知道他都是从主楼过来的，那身上不得背两把榴弹啊？所以你们看我多识相，自己给自己开了扣门往上走得了。哎，刚好我技能 CD 也好，来嘛，谁怕谁啊？但是他根本没把我当人看，见面就战神起二日整哪出啊？身上大榴弹还没有发射呢，就让我给送走了。又到了这熟悉而陌生的环节，所以我挣扎了那么久，大喷子还是被我换掉了。毕竟你是个好人，我们不能一起走到最后。蹲到这个海山半天都没有人过来，我都快睡着了。结果怎么回事啊？却没有人打信号枪，那不就瞬间暴露你是个六子了吗？说白了，米粒打单排就是喜欢欺负这种老六。正当我寻觅他的时候，他生怕自己死太慢了。行，你小子别催，慢慢来。你这包里面什么自救器啊，什么空投，哎呀，全都是我的了。随后在转点的过程中，又欺负了一位10年老兵。寻思开机不转个点，直接被我弹给顶翻了。接下来发生这些事情，我保证我真的没有请演员，因为这鬼照他们怎么就那么不长记性呢？发现山头有一个我们开 P90 的侧瞄，给他秒掉。因为咱们的 P90 是自带效应，所以有第二个人去舔包，我并不意外。于是我没开二度，利用同样的手法再一次秒掉一个。正当我准备捡桶油给我的弹补给一下的时候，呀，又有人去舔，没开三度，牛逼了！来，还有没有人去舔？来来来，再来一个，我看看，就这个包啊，就这个包。哎呦我的天，落一起了、哎！这不知道还以为这棵树是个桃树呢。三兄弟搁这掰把子呢，最后都完全回来以后，我的山头怎么多了一辆车呀？不是老贼，你搁哪儿呢？你给我出来！有人朝着脸上灌来，这问题不对呀！我立马警觉起来，开始转动视角。哎呦，没想到还真让我逮住了！穿个极地服，以为自己隐身了是不？不过讲句真的，这位老兄挺倒霉的，毕竟刚刚这个手雷真不是他丢的。在我蹲到山头抽把的时候，我才注意到，原来我脚下一直有个人啊！来，你们自己看，这手雷已经扔到哪儿去了？得亏他不是顺暴，让我小胸背包给弹走了。丢雷走火入魔了吧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已经靠近他了。现在场上还有2个敌人，我故意开弹把他们位置给骗出来，没想到他还挺上套的，说暴露就暴露啊。我们俩一见面就展开了一波投掷物互砸，准备拔起一瓶二锅头，想想还是算了，毕竟他可以通过燃烧瓶的弹道判断我的位置。既然咱们现在是准备溜钱，那就贯彻到底。有没有在直播现场新兄弟们帮我们解释一下我这波传言？可以说真的是有理有据的，你们应该都懂。为了能把他给补掉，我专门拔了一瓶二锅头，结果让麦田那个老贼给我补了。你小子就这么愿意暴露自己是吗？行，家人们，那还跟他废啥话呀？一番女人砸他脚下以后，不得不逼他走位啊！他还想挣扎一下，P90已经架好了，所以这鸡吃的简直就是意料之中啊！